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折一只纸鹤。取一张正方形纸，沿对角线折叠。展开这张纸，沿另一条对角线折叠。沿中线折叠，固定正方形的一个角，分别将左右两边折回。按压对角线，形成一个小正方形。固定一个角，将两边折向对角线。翻到背面，同上。展开，固定顶角，沿着压痕折回。向上翻折两边，得到翅膀。固定下方顶角，将左右两边沿中线折叠。翻折，按压，你会看到两个小的三角形和两个大的三角形。向上翻折小的三角形，沿中线翻折，拉出两侧三角形，一侧三角形向下翻折，得到头部。向下翻折两侧的大三角形，得到翅膀。这样，你的纸鹤就完成了。